来参与呢这边所有的新庄好朋友，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管制区外哦，谢谢。双龙要来进入到我们淡水平安村的进站红毯哦，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好朋友大家哦，退到一个适当的距离哦，谢谢你们。
哎，谢谢我们龙队的朋友哦，在这边呢、哦，我们的餐礼哦，谢谢。现场犹如我们的古龙的嘉年华会哈、哦，这么多条我们的龙阵呢，带来的祈福要来啊、祝福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哦，大家呢就是跟那个龙身上所代表的意义一样，风调雨顺哦，让大家在市龙工商，大家都能够呢心想事成哦。
天呢有五楼咯，然后呢在今天的淡水大拜拜呢来跟大家呢一同在这边呢庆赞我们今天的庆典哦，非常非常感谢现场的好朋友们哦。那当然了，在今天的淡水大拜拜，我们的宴席呢，我们从下午到现在，有很多好朋友都是跟着我们淡水平安师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在这边呢共同恭迎圣驾到现在哟，也要跟您说声辛苦了。然后呢，我们被身后呢还有很多的队伍呢要来进入到我们的庆赞红毯这边哦。